谢谢。那刚才是个别的表演，我想呢，应该除了个别表演之外呢，应该男女对唱情歌今天也是。来规条啊，好哦，免俗不了一下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听一下，因为小五的那个男女对象情歌，他很厉害的。那阿凯今天呢，也让他呢沾沾喜气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表现一下跟女生对唱的感觉，好不好？那我就跟苏露来一首，怎么来一场？来一首，来公公后人，来唱一首，来唱雄红哎呀，雄红哎，来一场雄红哎。他今天他儿子有来，他儿子好可爱哦，真的。不要再说他儿子比他红了，哦。是阿庆哥，阿庆故宫的歌，真的真的。你今麦比故宫啊？啊，那个先听老伯跟阿姨唱，要听故宫嘞。姨妈请的，好不好？两首好听合唱的歌曲，我们来听听看。来，蔡明秀。一杯我，一杯你，酒来敬乎甜。你敬我，我敬你，咱大家免客气。有缘千里来作对，无缘对面随风去。
这段情已经袂当移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祝福你。过去的甜蜜感情不是爱也甜，对你的思念心情煞来日日甜，想你搁想起，情难断放袂起。情到这渐渐醒，一场梦已经袂当移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照顾你。过去的对你的思念心情煞来日日甜，想你搁想起，情难断梦袂醒。一场梦到这渐渐醒，一段情已经袂当移，千言万语点点来离开，只有暗暗来祝福你。思念心情煞来日日甜，想你搁想起，情难断梦袂醒。哇，我感觉今日呢，非常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你都要一开始唱，你一定就要记得歌嘛。对，因为这是五节故事。哦，这故事有啊，来故事。哦，因为一路继续歌分队，这听来了，请加麻烦。不是，刚没我讲啊。哦，来，你讲啊，因为继续歌分队是罗定了解我心意对吧？啊，因为我是其实张景华老师啊，因为是我的贵人啊，结果呢，那个时候老师就把我带进豪记，带进豪记之后呢，然后我听个老师开会被选歌的时阵哦，我就跟老师讲，啊，人明明在路顶了解我心里就已经出红啊，啊，就佫敢改做甚物，情难断梦袂醒啊，改到安尼乱七八糟，啊，结果你嘛想起来。像个张老师嘛，张老师都要一阵青一阵白啊呢。但是他把这个歌呢交给两个合唱嘛，对，那个红中跟白板，不是那什么红中什么？邱云中，哎，你蛮红的，徐茂红呢，红中，古早版的呢，就算是也另外创了一个佳绩出来。哎，现在一直笑啦，因为我想到我有一次看小五哥去录音啊，我唱第三杯酒，哎，就叫我安弟安尼啊，第三杯酒是咩？
我就一直提啊。无啦，我哪有叫你安尼啦？其实我昨天欢欢的在喽。啊，我很希望说他能够把他那个在舞台上表演啊，再放开一点，再开放一点，因为他太拘束了。表演就是要有自信。对，哪怕唱破音都感觉很好听，这样。你讲话呀，我讲话把底拍谁？讲话讲话，就是要有自信，要有自信。嗯、台上一自信呢，就很自然就会有魅力出来。嗯，哎，我们今天介绍一下阿凯的新专辑《背影》。谢谢各位大哥。我嘞，我嘞，这个有染吗？有染。有加几箱麒麟豆。对啊，刚刚像刚刚小虎哥啊，武功的贵人，其实像小虎哥其实就是我的贵人。谢谢豪记唱片公司让我有这个机会啊，可以发行这一张个人专辑啊，被。